有约了吗？我就去过了啊，不过我又回来了。你不是说要去两年吗？怎么才两天你就回来了？我爱台湾哦。你爱台湾？你以为你要选立委啊，笨蛋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我加班到这里来啊？算我没问，反正你有是办法。你在干嘛啊？昨天刚到纽约啊，然后马上坐飞机回来，坐了30多个小时，人觉得蛮不舒服的。你很不舒服吗？啊，头痛的要命，可能是因为坐飞机坐太久的关系啊，整个人像快要炸开了一样。也难怪他会这么难过，几乎没有停下来，连续坐了几十个钟头的飞机，真是个任性的大少爷。没用哎，起来了。什么我没有用啊？30多个小时的飞机耶。